在此之前，来幺五八段，我这句话看到没？好的，好看到。然后巧合啊，大车来了，哎、嗯，就是这号开过来，哎，那还是慢慢说下去。他不是一下就要进的，天啊！快啊！嗯，等两桌，等再等两桌，不多了，就是这样。俺家我看到有人跑过去嘛，嗯，那我手机弄了。